来，西小瓜、好可怕！我他们刚刚的都是行动的，我的是连吃东西都要控制，以及穿搭，就是造型师男友。对，他觉得他自己是肯尼还是什么、就是呢，吃东西的状态他就这样，因为他也是射手座，又是射手座，射手座对吗？老师，我问你，射手座爱好自由，可是他是不准他另外一半被抢走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安全感。爱好自由跟要不要控制别人是两回事。双标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就是会问，因为我们之前都会一起住，交往一年多，然后就一起会去他家，然后他就会一整天周末没事就会问说，哎，你早餐吃什么？然后我就会觉得哇，好贴心哦，好开心哦。然后我就会开始看菜单，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吃培根蛋饼，然后他就会说那个不好吃，然后我就说，为什么？我想吃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没有不好吃，你要吃玉米蛋饼，然后我就说 why 为什么要吃玉米蛋饼？然后他就说，他说因为我也想吃，然后我就说那你就点玉米蛋饼，那就点两个玉米蛋饼啊。没有，他就是想要吃，他就说你点你我想吃的，我点我想吃的，所以就是两个都是他想吃的，所以他就这样一直每次要控制我，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自己点？他就说没有，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吃到两种，然后我就说所以我是什么东西，我不能吃自己想吃的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他就越来越瘦，然后就好饿，好瘦，那不行，每天都吃不到东西。你为什么不吃啊？你不喜欢？然后我就不喜欢吃、啊。然后这是因为我又不吃海鲜，什么牛什么都不吃，他就会点他想吃，然后我就不能吃啊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哦！我在你车里的牛排，你为什么不吃、啊？我真的很可怜。然后因为我跟你讲，先提一次，这个老唐一定会翻脸，控制你吃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那个大家都是女生，所以他们跟男生交往比较容易。可是因为我是算是卡在中间，因为我都跟直男交往，所以就是他们是。可能就会因为被掰弯了，所以他可能就是我会没安全感，觉得说哇，他可能下一个还是会女生，或者是他会可能是男生，所以他不管对，所以他不管他提什么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敌人太多了，对，所以我就会说好玉米蛋饼，对，宁愿自己饿这样子。后来我就觉得好吧，吃就算了，人生不就这样。然后就后来呢，到穿搭他也要管，我想说管什么管？因为我比如说今天穿这样上节目，都男装他就比较不会有意见，可是如果今天是女装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表演是比较露，比较露，然后他就会说。来，站门口，我看一下你的假睫毛，我看一下，检查，他会检查，然后检查完以后就说这一副 OK， 你每次都要戴这一副假睫毛，对，因为他觉得就是比较漂亮这样，然后他就说好，然后后来我就工作完出去嘛，然后就工作完回家，然后去找他，然后找他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今天这个不准卸，那我说要干嘛？对，要干嘛？然后他就会说，就是等我睡着了，你才可以卸妆。他觉得好看，他觉得很好看，所以他一直想要维持这样。然后他会一直规定，就是你素颜真的差很多。还是我真的很丑？吓到，好可怜，好睡觉。我们是不素颜的人，我们可以证明，没有真的，难怪难怪，我不能剪的呢。不耐，不太好看，超自然，超自然，还是化一下妆。他就会一直限制，就是说什么不准脱什么什么，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觉得，你为什么连吃东西要控制，然后连穿搭都要控制，就真的很不爽。后来我就跟他分开，我就说我不要再被控制了，我有自己的人生，这样子。老师你还说射手。哇，三个都射手，你干嘛跟直男交往？我不是很，这样不是很辛苦吗？对啊，好累哦，好累，很爱直男的那个啊，意难忘啊，好好好，意难忘，对。各位同学，刚刚三个都是射手，有没有？那与其说射手什么只有射手是这样 ，no， 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三个就是三宫呢。每一个有四个星座，每一组都是连坐法，所以哪一组有射手呢？就是变动星座，所以变动星座在我心目中的确是控制第一名。双子、处女、射手、双鱼，我是蛮喜欢控制人家。你看，对，真的。你看，像我就会要求就是要定位这件事情。啊，你有事啊？没有，我就喜欢这个安全感。你看啊，他也接受被定位，要 make a 对，我也可以被接受。他也接受被定位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双向的。对他们自己也会到处报备，比如说跟自己，如果他是爸妈，他也会跟自己的小孩报备，所以他也会要求你报备我。所以那在这些人心目中会觉得这是很正常，对，互相。那但是在别人心目中就不这样想啊。真的吗？我没有要定位你，而且也不要定位。而且我觉得变动星座一旦控制起来。有一点很讨人厌，因为他们想象力非常的丰富。你也是变动啊？我是啊，可是我不太控制人的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我们人是投射的。比如说他很活泼，
他很可能就会投射别人的生活也像他一样多才多姿。哦，人是投射的，或者是我你这样讲话，我如果像你这样讲话跟别人，我就是在勾引他，所以我觉得你在勾引他。哦，没错没错。